这上次我还垫棉花了吗？里面没电吗？没电吗？没电。没有讲的。没有。他没有。没有人家修什么灰指甲来着？要修一下呀，防止啊。他每次来我都给他修。正常的像嵌甲啊，就在这前面，知道吧？你看手机里面，就是我拨的这个位置。嗯。啊，正常有嵌甲就在这个位置，你那个在这里面。他这个这么开呢？对呀，啊，这是正常啊，人家这个又不操作你咋？你说就是你现在修的这个位置。对。看这里不有个一条缝吗？嗯。它的指甲就从这缝里面长出来了，知道吧？你那个就不行，你那个修过以后也是这样的，就一条缝，这不可能形成一个三角形的，你知道吧？哦。就直的，不可能什么三角你意形。思就是他还没修好吗？他那个指甲还留在这里，没修掉就是。对，断在里面了。不是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不给我修好呢？没这技他术，能给我修好了。技术不行，知道吧？看你这么修，应该也不疼呀，也不可能修流血的。是不痛啊？你问他痛不痛啊？这不会痛的，这个，沉默的。他有没有让你去换药啊？换什么药？连药都没有的事，还换药？你这个不让你去换药吗？你这个甲应该会。修指甲的时候肯定。不，我说你这甲沟炎。甲沟炎换什么药？哦，好吧。他还没那个是吧？他好像对你有点不太负责任啊。是不是他们？他妈当时给钱他妈给不了。嗯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哎，你不说今天那个的吗？要不都走掉了，一早上我不等你开门了吗？你刚刚吃了饭，我就赶快过来了，等下就直接走了。哦。我耽误几天？耽误他妈两天。就耽误一天。你怎么一天呢？我今天不耽误掉了吗？要不昨晚都走掉了。你一会儿就走了，对呀，嗯。